家人们谁懂啊？ 巨星巨轩的 project 都在这里了。我是你们的开山女王 Melissa。那今天呢，又有新的豪宅等着我们，一层一层的剥开他的心。走，喜欢养宠物、想养宠物，又或者已经养着宠物的你，是不是每天都在烦恼去哪里找一间舒适又 pet friendly 的 condo 嘞？那全新 launching 的 Miranda Hill 就是你的最佳选择啦。 目前呢，很少有为宠物提供 facilities 的项目，可是 Miranda Hill 的发展商呢，专门为宠物设计了一个草坪，给他们蹦蹦跑跑。那如果是你自己要跑来说的话呢，我就不确定够不够你跑了。这座 Freehold 的 Condo 呢，位于 North Kiara， 它的地形、位置和交通都非常方便，距离 Dutamas Highway 只有2个 km， 步行呢少过400米即可抵达2030年完工的 MRT3。 Miranda Hill 距离 KLCC 也只是一个15分钟的车程，可是唯一的缺点呢，朋友叫你出去的时候呢，你就再也不能够用交通不方便这个借口了。重点是 Miranda Hill 有超过50种的高级设施，包括50米的 saltwater pool、 网球场、羽球场、篮球场， 1.3个 km 的 jogging track。 户外健身场、儿童游乐场、儿童游泳池、烧烤厨房 （multi-purpose hall）、 悬挂花园、足底按摩花园、观景台，还有室内游戏室等等。反正我觉得多到你也不可能每一个都去用好用满。那有兴趣想要了解的你们呢，可以 PM 我了解详细。我是 Melissa， 带你一起置房、看房、买房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